铁皮结构也被硬生生拆除，没多久整栋建筑立刻少了一面墙，台中大雅的违章工厂大火，造成两名消防队员殉职，台中市府立刻大动作到雾峰拆除违建秀铁腕。明天得有排，后天得有排，我都有枪拆的案件，啊，有些是自己拆掉嘛，有些是我们介入去做一个枪拆，我没有说针对性。虽然强调没有关联性，但急着拆违建也让住户手忙脚乱。房租还是照烧的情形之下，你会移吗？完全没有时间啊，早上来是临时通知说他要来拆啊。住户急得不得了，毕竟早上才通知，马上就拆除，但台中市府现在忙着捕破网，捕的却是马政府时期留下来的烂摊子。因为在2010年农地工厂只有7400多家，但当时的马政府全都核发临时工厂登记证，甚至展延到2016年，等于把球丢给当年上任的蔡
行政院长苏贞昌不以为然。社会是一步一步进步，希望我们往进步的方向走，不要借着某一个悲剧来做政治上的运用。反呛不要政治操作，毕竟意外发生就是要彻底检讨，况且还是马政府时期的常年陋习，确实没必要政治口水战。三院城镇动物馆林中凯综合报道。